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晶。12月15日，讯，昨晚结束了亚冠征程的广州恒大队飞抵白云机场，全队将进入14天的隔离期。恒大队员何超今天在社交平台发文，对过去将近一年的经历进行了总结。何超写道，他是可能是这一刻唯一能用来形容心情的两个字了。2020，不容易的一年，特殊的一年，也是难忘经历的一年。1.7 号从迪拜开始，12.14日从多哈结束，从未缺席过一堂训练课，认真对待每一次站在场上的机会。每个人努力对待工作的样子都很可爱，每个人为了家庭奋斗的样子也很珍贵。现在应该是为今年画上一个句号，有遗憾，有不甘，但是对自己又是一种生活经历。感谢这一年让我们很安全完成比赛的工作人员、医护人员，每个人的存在都有着自己的使命。感谢大家的关心。这个时候我很荣耀地说一句，我到家了。我踩在这片土地的时候我踏实了，在内我们是对手，在外我们都是中国人。编辑姚凡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